一年容易又中秋，巴打台诚意推荐好滋味出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马来西亚直送，纯手工竹料制作，一盒六个。佳节当前，现凡于8月31日前订购，每盒只需228元。快啲上嚟我哋巴打台购物网站，或者亲临青山道479号荔昌工厂大厦6楼601F 室选购啦。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如果大家有湿疹、白食、牛皮癣、主副手、银屑症、气管敏感、鼻敏感、哮喘等免疫力系统嘅问题咧，就大家就放心啦，因为我哋解决方法就系敏迪啦。係啦，嗱，咁我哋睇下實證啦。途中呢位仁兄叫 Sam 哥，佢咧有好嚴重嘅銀屑症嘅。大家睇到佢服用咗之後咧，左手邊咧已經得到好大嘅成效噶啦。好啦，大家又睇下另外一位實證啦。呢位咧就係我哋台灣黑白講嘅主持。咁咧佢有好嚴重嘅牛皮癣，咁佢服用咗之後咧，右手邊咧亦都得到咗咧好大嘅進展嘅。咁咧嗱，敏迪咧本身就係植物提取物嚟嘅，就全無副作用嘅。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敏迪嘅資料咧，咁就可以打嚟55379521嘅。第二節，第二節翻嚟啦，唔好講得咁急，有人投訴我話我唔夠氣定神。讲嘢冇高低音，咁我都认为系嘅。咁啦，即系性格使然啦。咁咧，其实今日我哋环绕嘅题目就系真同假。第一节我哋讲假钻石，系499元买到粒真钻石啊。咁啊，要听听翻啦。咁第二节咧就系讲翻之前少少啦，就系、是、关于经络美容嘅。你做了这么久，其实呢你们整间其实考这个证书难不难？难不难啊？他呢，因为可以说难的，因为其实好像读中医一样，其实因为是要一路读下去越来越深，因为其实我们人体经络穴位是很高深的一个学问来的，还有我们的五脏六腑啊是有关联啊这样，所以 是要越读越深咯。是啊，因为呢其实呢个节目再做多几集啦，咁可能呢就阿雪儿小姐呢就错，我讲错了，是雪儿小公主呢，她呢就会可能真人示范做一次给大家看。那我们出即出外景是吧，因为为什么都好奇的，因为我想她讲她熟悉的东西，不要讲我们的即乱吹节目，即狗噏，不要讲错了，刚才上集有讲，你就不要讲狗噏节目。那么就今日所讲的环节全部都讲于关于真同假的。上一节我哋讲咗就系真假钻石499元。今集咧就是雪儿小公主讲，佢讲嘅，佢要求讲嘅就系整容。嗯，咁你点睇？我你又冇啦？我冇啊！我真系真嘅。我成日好想知道，究竟啲人係即係男人啦，係點樣睇咯？整容有啲咁啊，多數問咧，可能多數都會話梗係唔好假啦咁樣。但係亦都有聽到有好多女仔話為咗個男人而去整容嘅喎。其實都你啲客多唔多？我啲客就唔多，間中會有嘅、啊。即係你哋啲美容。嗯，吓，同埋经络美容帮到佢咯，系噶，系啊，因为五官改变唔到、嗯，但系气色、皮肤改变到，咁、嗯、我人有自信就靓啲咯，系，即系好似我哋咁肥，胡须立立，其实今集好多啦，今朝剃咗须啦，系啊系啊，特登，未虽然剃得唔干净都系，咁、啊、但系咧我就话，个、嗯、人自信都紧要嘅，嗯，系，我代表即系我，虽然唔系成龙啊，讲清楚。我冇犯大部分男人都会犯嘅错，但系我可以代表大部分嘅男人讲，男人基本上
都是喜欢真的东西，即好像女人都是喜欢粒真钻石，虽然它有少少瑕疵，但不要有苏联石，除了你例外啦，咁啊，都是的，是咁就咁咯，即系你话有啲天生有缺陷嘅，佢整咧就冇办法，因为佢天生有缺陷。咪话套唇啦，系有啲。咁嗰啲又唔计嘅。系啦，咁有啲微整啊，譬如而家好好多啦，譬如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啊，其实香港都兴嘅。吓微整。其实即系啲双眼皮啊，或者打 high 啊 ，high 唔算 ，high 唔算啊，唔算噶，系啊。咁啊，譬如打嗰啲，直情系即系譬如个鼻啊整高啲啊，磨骨啊咁样嗰啲先至系咧。咁我呢啲我真系唔系好熟，咁但系少少嘅改变 OK 嘅，但系你话真系大整嘅真系冇必要，好似韩妹咁真系。我去韩国咧，我最憎就系见到啲十零岁靓妹，学生去边度都好啦，佢啲头发一定系咁样嘅，咁样卷嘅，咁咧有时咧卷卷下，因为佢唔系电啊，咁佢要卷点样咧？佢就会俾个嗰啲咁嘅发卷落去，咁卷住佢，咁啊喺度卷卷卷咗，咁啊照行街嘅，到时候咧佢就掹翻佢，咁佢就呢一执就咁样卷噶啦，久不久咧开始直咧佢又插翻落去，即系咧我都知道，即系呢个世界咧就女人要靓啦，男人都要靓，系咪啊？而家尤其好兴嘅咩人鱼线啊，好大只啊，男人晒紫外光灯啊，嗰样嘢，即系包括古天乐啦，咁啊以前啊白到死，而家就即系呢十几年全部都系啊，好健康肤色啊。系啊，话佢黑咗之后，即系嗰个肤色黑咗之后，真系争好远噶。不过以前白白净，我已经中意佢噶啦，因为真系几靓仔嘅。咁但系晒黑咗之后，再更加健康嗰个感觉，所以就更加型啲。系对我哋嚟讲啦，即系好似古天乐以前咁咧，即系男人啊，即系我哋咁嘅年纪啦，老皮老骨，花靓，即系佢晒咗之后咧，就系一个男人；佢冇晒咧，就系一个花靓，俾人好似油头粉面。系啊系啊，以前即系油头粉面，系就上唔到台，跟住后屘咧就。上到台啦，曬咗就係形象問題。女人都係啦。咁頭先我講嘅嗱，下一句到佢講，我話基本上咧，所有嘅男人，基本上所有嘅男人啦，我都係我唔能夠代表成龍，但係我相信我講係中意女仔咧，係肥肥地。你識嘅男人咁講？我识嗰啲系咁讲，因为我都系肥肥地，唯一系可能等我唔好咁唔开心咧，就咁样讲啦，可能。咁但系女仔咧，而家话好兴男仔，佢话个个都好大只啦，哎呀，八嚿腹肌啊，六嚿都唔得啦，八嚿啦，个人鱼线啊，粗到点样点样啊，咁你哋女仔一般？你话我中意即系嗰啲睇嗰啲男仔啊？我觉得又唔使话咩人鱼线嘅，即系其实有少少肌肉都好睇啲嘅，即系个感觉比较硬净啲、实啲咧。可能又会保护到我嗰啲，千祈唔即系唔好好瘦弱啊咁样咯。呢个观点咪真系错啦，不是我讲认真，保护你咧就唔一定要有。完美的身躯，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如果有，即系好似排队刘德华咁啦，我排头位，有人攞把刀嚟要行嘅，咁我可以保护你嘅。一行埋嚟，一刀劈埋嚟，肚腩够肉顶住，永远都插唔到个内脏，或者肾都唔到最多流多少血嘅啫，怼有排都怼唔到啲内脏啊！呢个好重要。第二，我哋行埋去，叉错脚。他就好驚㗎啦，點解我二百幾磅一砸落去完咗，唉，一啲問題都冇，子彈都有好難打得入，所以你係錯啊！你咁開心做咩啫？啊，咁我頭先講唔要瘦弱啫，我冇講冇講。即係咧，一啲都唔尊重啲拍檔嘅，你睇。咁啊，梗係我喺隔離，梗係要讚我噶嘛！哎呀，真係好似我就話你小公主又成，你話呢個世界就係真係冇辦法，唉。今日讲真假啊嘛，咁我唔讲假啊嘛。系啦，所以我哋都话啦，人肥真系要减肥啦。咁啊，我就讲啦，即系有少少肉都 OK。咁但系啦，如果男人，真系而家
千奇百怪啦，冇人女人啦，佢男人都整嘅，其實我成日都懷疑咧，好多啲肌肉都係整嘅。呢、這個真係唔知啊，係韓國嗰啲可能就係、是，但係我見譬如香港啊咁嗰啲，我諗都係練出嚟嘅。係、韓國真係咁，即係人人都去整容嘅話，就有可能咯。咁你自己身邊嘅朋友女仔多唔多整容啊？唔多啊，其實都唔多。係啊，咁我就話啦。再問多個，就係、是。譬如整身材，啊，冇咁粗俗啦，咁啊整身材，咁其實女仔願唔願意嘅咧，真係我其實就覺得好奇怪，其實生出嚟係咁咪咁，只要都話啦，你唔係缺陷，就 O K 噶啦。咁咧，我發現其實講笑咁樣講啦，同啲同事或者朋友咧都有講過下嘅。講笑咧，個個都想話，可唔可以喺大髀嗰度抽啲脂肪出嚟咧，擺喺擺上邊嘅？得㗎，其實有㗎，好耐之前已經有㗎呢啲技術，不過係講嘅啫，我哋唔係真係做嘅。咁因為咧我自己本身以前喺大陸啦，咁我以前翻大陸認識第一個女朋友，咁我好憎人整容噶，咁咧佢成日染个鼻扁，咁咧有一日佢又翻乡下，佢话翻乡下，湖南嘅，咁咧就突然间过几月后翻嚟，个鼻高咗咁多，原来真系就系佢话呢度加咗支嘢入去，咁咧就整，咁我唔开心，我话你。我認識你就咁，你就咁噶啦。即系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即系好似最近有个新闻啦，娱乐新闻啦。查理斯布士南好似系咁上下，系詹士邦，曾经做詹士邦同阿杨紫琼合作咗做。佢当时结婚即系第一段婚姻，个死咗啦个老婆，我印象中系啦。咁啊睇帮睇住两个仔女帮嗰、那个，跟住佢再结婚，十几廿年啦。嗰阵时个老婆系好靓，好好身材。咁咧最近一张相咧就见到佢锡佢老婆，两个拖住水揽住，佢老婆咧肥过我，即系咧我成日都话我嘅身材，用我的身材系标准嘅，肥到只猪。即系我都系肥到似只猪咋，佢老婆就肥过只猪，咁你就要谂下啦，系肥过只猪啊，两个概念，我哋标准肥，咁佢咧就比我肥啦，我就用呢个嚟比喻，咁但系你见到一个咁有型嘅型男，到而家老咗都好啦，行出嚟真系型啊，咁但系一样系咁，好情深咁锡佢老婆，咁其实整容身材，各样嘢。是不是真的重要呢？因为我看到很多女仔呢就成日都有个藉口的自己整啦。她就说因为要整靓啲，因为啲男人鍾意囉。或者我男朋友鍾意我囉。或者佢鍾意啲大胸嘅。咁我咪使整大胸囉。我见到佢行街见到啲女仔双眼皮留长头发嘅。个面尖尖嘅咁我咪使磨骨囉。是啊，其实有好多女仔都会为咗人哋，系啊，为咗男朋友啊咁去整，即系觉得自己唔够完美咯。可能其实即系冇乜自信定咩，即系觉得自己唔够靓，想整靓少少就谂住啊个男朋友会中意佢多啲啊咁。但系其实我系觉得好傻嘅呢样嘢，呢样做法。因为我觉得是喜欢你就是喜欢你，即是如果喜欢了你之后突然说哦你的鼻不够高你又去整一下啦，这样即是我不会接受咯这件事。其实不需要的。喜欢怎样的样子其实现在真的无所谓。因为网络的兴起根本上就连拍拖都不用了。好多个上次做节目都是做直播的直播女仔有很多宅男根本上就活在呢一个手机屏幕或者电脑嘅屏幕上高，咁个女仔好简单，一揿着，美颜，瘦面，打光，个样都唔同咗，连整容都唔使，系啊，所有而家啲手机都有呢个设备嘅，系啊，系，我唔知 iPhone 有冇啊，有嘅，应该有，系个 app， 如果 iPhone 都有呢个 app 先就好简单啦，一揿落去，个个都皮光肉滑嘅，个个真系嘅。即刻面尖晒，咁我起碼咧就瘦100磅啦，好簡單。以後咧
一拍照一按着，哇，你看看我完美的身形，那就去騙人啦。因為真的了，499就買到粒真鑽石，那這些哇全部都高科技。女人使不使這樣呢？現在個趨勢呢，希望個個都話追求健康啦，咁你經絡美容健康啦，我買健康食品又係健康啦，咁啊嘅世代係咪真係仲係咁緊張咧？我覺得其實真係健康最緊要嘅，即係點？其實點解我會話其實唔係一定要有人魚線咧？其實少少肌肉都 OK， 其實即係代表嗰個人會去做下運動啊，唔係真係成日可能唔係淨係喺屋企打機啊，或者收工翻工咁啊，咩都唔做啊，攤喺度啊咁樣。即係我嘅意思其實係就算男同女都好啊，我覺得大家有少少肌肉，即係做下運動少少係健康咯。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我覺得係會好啲啫。係嘅，我絕對。絕對，因為佢聽講佢就嚟打泰拳定打緊泰拳啊！不嬲都有打。咁但係咧，阿雪兒係好嘅，即係如果咧男仔嚟講咧，係尤其成熟嘅男士啦，都唔包括我啦。其實我思想得18歲嘅啫。咁咧就係會欣賞阿雪兒呢啲嘅，因為點解咧？再講俾你聽，所有嘅男人，90%嘅男人，睇嘅一件事，睇女仔、胸大啊、腰细啊、脚长就另外一件事，即系叫做白富美啊啊呢啲一件事。但系咧都系中意咧啲女仔咧矮肥肥低得嚟咧有少少肚腩，少少肚腩添啊要。系啊，因为唔知点解啊，即系可能即系个天性啦，即系天性啊。佢哋搵女朋友同搵老婆系两个。嗯，我都听过两样嘢嚟嘅。咁有啲喂，我识个女仔，佢未必一定真系中意你嘅。咁只不过带你出嚟，哇，几威！睇下我条女，你睇下我条女，我老婆，唉，系咯，点解要咁咧？虚荣咯。其实女仔都系噶，女仔都系噶。识个男仔，其实好多系。虚荣问题咯，但系到佢拣到工可能又另外一件事。咁有啲人成日即系好似近期留言啦，虽然少留言，留言多啲啦，讲多几句啦。好多人话，上集我哋讲，其实讲一啲啦，因为冇深入去研究过，即系东南嘅男仔同埋女仔基本系点。不过做标题党冇办法啦，咁好多咧都讲港女唔好。在我心目中呢，当然没资格啦，又没识过日本妹，又没沟过韩妹，泰妹都没有，手都没摸过，最多走去做泰式按摩就俾佢摸一个背脊啫咁。咁冇咩资格讲。但是呢，点解我成日都话呢，其实唔系今集讲，系我呢好耐之前啱啱学人做节目嘅时候讲过。虽然我而家太太呢系内地人。点解话港女即系一个代名词啦？其实冇贬义噶，系好咧，独立。第二，佢识你系咁就咁。有啲嘢话，哎呀，佢又要钱又要成，系因为佢开咗个条件俾你，你唔系咪唔系咯？但系佢中意你嘅时候，你本身系冇嘅，或者你本身系唔够嘅，佢既然中意你咧，佢就肯同你。捱落去，或者同你守落去，或者经济独立，你有你，我有我，同其他我哋东南亚所有嘅女人嘅表现系唔一样的。吓，呢个先至系重点啦。下次再翻嚟。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
一提起癌症 cancer， 每个人听到都怕怕。香港每年呢死于癌症的人呢就14000多人啦。几乎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亲戚同朋友呢同癌症病患者系有所接触嘅。就连我荣少啊个爸爸都系6年前呢死于癌症嘅。健康四小宝研制于2016年。当中四种植物提取物嘅成分，洋葱素、粟米心素、绿茶素、芦荟素，专门针对癌细胞扩散，抑制致癌基因活化，使癌细胞衰老而自灭嘅。荣少喺度呼吁大家珍惜身边人，注重健康，把握时间。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嘅话，请 WhatsApp 或者微信或者打嚟55379521，或者可以上我哋巴打台嘅网站。https://badatoy.com/shop 了解详情。